ไม่ดีโอเคงั้นเดี๋ยวต่อไปพี่เกรซฝากเลยว่าเป็นแฟนไทยแลนด์จบแฟนไทยแลนด์ติดตามคุณตลอด下一个，谢谢你记录这一刻，荒谬，万事起头难。今天是我的专访第一个人，第一个人，杰森·史塔森先生，先生，这什么口条啊？凭什么访问啊？看你啊，真的很紧张，怎么办？哦，人生很久没有这么紧张了，上一次是罗根，哎，蛮近的。半个月前，为什么？怎么办？又想临阵脱逃了。而且，说真的，我以为我身经百战，我不会紧张。而且我必须说，因为前一天我是在韩国，然后我还是跟想自己讲说，平常心，平常心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，好像。记得我跟你们说过什么吗？紧张的时候就是一直靠我。OK。